杨都御史，杨参军，二位久违了。哼，萧之之命，不必再提官衔。田二根，你来此事？哦，小事情。一年前你们父子上书参奏九千岁，九千岁大人大量，多借给你们一年的命。哼，现在该还了吧。 田二根，你和魏忠贤狼狈为奸，残害忠良，假传圣旨，把我父子二人削职为名，而且还派人沿途暗加算计。今天你够体面了，这位是东厂大当头，这位嘛，是锦衣卫北镇抚司。 怎么样？现在由我们送你上路，没委屈你吧？哼，都是一些魏忠贤万恶的阉党。哼哼，看二位的了。哎！啊！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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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Ah!
宗室，司礼秉笔太监，魏忠贤，得宠专权，独揽朝政，并晋封其心腹太监田耳庚为习新司大太监，提督东厂兼领锦衣卫，残害忠良。朝廷文武百官多确其权势，奔走门下，养成彼喜。 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他还跪在大门口。已经有几天了？已经是第三天了。哦，嗯，他还很有毅力，不愧是名门之后。 小施主，请起来吧。求大师成全我。贫僧已经答应你了。真的，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孩子，起来吧。是。 我还撑得住，谢谢你。 先到香集厨去帮忙打打杂。谢谢大师。你领他去。是的，走。前面右转弯。
就是香鸡除了哦，谢谢。哎，当心点哦，当心什么？你过来了？哦，他好凶哦。谁？掌灶师傅啊。掌灶师傅。你呀，你不知道他的脾气坏透了耶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他的坏脾气在我们少林寺是出了名的。哦，还有。 过来。谁叫你到这儿来的？蒙方丈收留，派我来这儿打杂。哦，看你年纪小小的，能吃苦吗？我能，我一定能吃苦。不过，大师傅。 你能遵守少林戒规吗？我一定能够遵守少林戒规。师父，请受弟子一拜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去挑水。 这18铜人为少林绝学，每一座铜人有各种不同的姿态，每一种姿态都代表着一种极为深奥、难练的拳法，你要特别的用心学习。弟子遵命。记住，拳法讲究的是精气神。 以气为本，以巧制刚。现在你年纪还小，一切要按部就班的去练。所谓拳打千遍，身法自然，这样拳法才可以熟练。
你为什么要我跳泥巴坑？我告诉过你，少林的事只许做，不许问。 阿弥陀佛，师父，你起来。难为你在几年功夫内将本门绝学融会贯通，全让师父指点。尚勇，你可以离开少林了。师父，难道你忘了？ 弟子不敢。那就好了。明天正是为师10年戒行期满，恢复罗汉堂主持身份之日，也就是你离开少林之时。
天罗阵。 现在知道，天罗阵是天下无敌了吧？义父，难道天罗阵一点缺点都没有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除非没有了我。 吃吧，进来坐，进来坐啊！哎，老爷，你总不能不吃东西啊！哎，不是我不想吃，实在是锦衣卫的行动一向非常的迅速，我们不能松懈。我们已经逃了一天一夜，锦衣卫不会那么快赶来的，而且全福又在外面守着。
你为什么不能定下心来吃点东西呢？ 大人，你溜得可真快呀！不过锦衣卫抓人从来就没有落空过。哎，二当头，我们家大人也是朝廷的命官，你要拿人也得有圣旨啊。谁不知道九千岁与田公公的令谕？ 就等于是圣旨，何必多此一问？抓人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上！是。 夫人。 多谢壮士相救之恩，不必客气，只是锦衣卫绝不会就此罢休，但望老丈多加注意为是。客官，嘿嘿，客官，这是您的啊。小二，给我收拾一间干净的房间。 你说的那个人有多大年纪？20来岁。相貌有什么特征？没有。哦，大人，他胸前挂了一只铜镯。你说那小子武功很高？是。你对付不了的。属下无能。锦衣卫哪日失败过？ 公公开恩，公公开恩，公公开恩，公公开恩！起来！被镇抚司，在，居然有人敢向锦衣卫讨债了。卑职马上抓他来见您。爹。
这件事让女儿跟北镇府司一块儿去办。嗯，也好，就让小云去对付那个年轻人，你带几个人去追捕陈文瑞。客官，包子来了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还热的。来，小二，再来盘菜啊！来，小二，干了吗？ 客官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请。哎，客官，您要吃点什么菜？给我来几样下酒的菜。 好，慢着。哎，好。再给我来一坛女儿红。啊，一坛？少啰嗦，叫你拿去快去。哎，是是。客官。 全服去了快一个时辰，怎么马车还没雇来呢？也许就快回来了。我看啊，你还是歇会儿吧。哎，大爷，啊，大爷，全服，哇，全服，你怎么了？全服，全服，全服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大人，马车给你叫来了，田公公正等着您去回话呢。哼，老夫跟他没什么话好说。哦，既然你敬酒不吃，那只有吃罚酒。带走。 哎。
陈大人，你们快走，这是有我！快走啊，快！ 杨连是你什么人？是先父。原来是逆贼之后，当年漏网之鱼。今天本大人成全你一家团圆。 一定是胸带镯子那小子干的。大当头，在。那小子交给你。是。小云。爹。你见过他。嗯。你陪大当头去。那小子不简单。你们要多加小心。是。
我们就在这儿下马。 您坐，您坐，大爷。您请用茶。嗯。你找我？不错。北镇抚司可是你杀的。哼，血债血还，他死有余辜。哦。 难道你不怕锦衣卫的势力？哼，来者不怕，怕者不来。哟，看不出你还是位大英雄啊。哼，不敢当。哎，大英雄啊，你知不知道锦衣卫现在正在全面通缉你啊？哼，是又怎么样？嗯，大英雄。 我劝你还是趁早离开这儿吧，除非我杀了大党头与田耳根。你敢碰田耳根一根汗毛？有什么不敢？你，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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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哦，原来是个女的，是女的怎么样？嗨！我从来不跟女人动手。好，有种，明日午时在黄沙滩见。前面大堂没有，楼上也没有。 大档头，我爹呢？刚到东厂去了。我要去找爹，让他替我出一出这口气。云姑娘怎么了？还不是那小子。你又见到他了？哼，打了半天，谁也没占到谁的便宜。他还约我在黄沙滩见，我要去禀告义父。云姑娘，不必先报。
Ah!
又是你！要不是我，你休想逃出天罗阵。现在你该知难而退了吧？我要是不杀掉大党头与田二更，我绝不罢休。你敢碰田二更一根汗毛？哼！因为她是你的义父，你这认贼作父的女人。 他是我的义父，但是，他也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家父做官斗，官拜御史，因参奏魏忠贤，被田二更抓到东厂，受尽凌辱而死。我娘。 跟着上吊自杀，那时我才15岁，被师叔司马康所救。司马叔叔，我一定要报仇。哎，你的仇家不但权倾朝野，并且武功盖世，要想报你父母的深仇。 只有2个办法。首先，你要找个最适当的环境，练成绝顶的武功，才能有望搏杀田二更。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，哪里还有？最安全、最适当的地方，莫过于东厂提督府内。叔叔，您的意思是？ 你慢慢就会明白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五阴散魂丹。那你一定知道，服此毒丹，必死无疑。叔叔，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 是为了以我之命换取田二更井上的人头。叔叔，您的意思是？五更天明，田二更必然由此上朝。那时，我赐田二更，你救田二更。记住，对我下手。 越狠越好，叔叔，不可有任何顾忌。须知我已服毒丹，绝不能活。一来，你对田贼救驾有功；二来，又长得这般伶俐可人。 必得田贼之喜爱，借东厂提督府安身，锻炼武功，以便他年密集报仇。所以，我不许任何人杀田二更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，为双亲报仇雪恨。我可以帮助你。不。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。那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大党头每日清晨必到他专用练武场中。
你不是锻炼没化妆，那时卫士甚少，你有机会下手。
令下去，严禁百姓出城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，一有那小子的消息立即归报，并且悬金重赏，限期缉拿归案。是。向北，在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办。是。义父，您找我有事啊？大当头死了，你可知道？哦，女儿刚才听说，是谁下的毒手？还会是谁？又是那小子。那女儿现在就去找他算账。慢着。账是一定要算，不过不必急于一时。目前最重要的是咱们东厂出了内奸。啊，内奸？不错，如果没有内奸，也不会对大当头的练功习惯跟地点摸得一清二楚，更不会把那小子从天罗阵中救出来。这会是谁？必然是我身边的人。云儿，你跟那小子前后见过几次面？三次。哦，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跟我说要报仇。小云，你。我不叫小云，我叫左云兰，先父是左光斗。哼，我要杀你为父报仇。想不到我养虎为患。结果他的性命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你怎么会到东厂去呢？大当头、北镇抚司都死了，我知道你不会失去这大好的机会，可是我放不下心，才去给你打个接应。可是我却把这大好的机会失掉了。凭我们俩人，我不相信杀不了田二更。杀不了他？为什么？想杀他，除非先得破了他的天罗阵不可。天罗阵我领教过，的确是天下无敌，
难道没有破的方法吗？我不叫小云，我叫左云兰，先父左光斗。哼，我要杀你为父报仇。谁叫你是养虎为患？是我把你抚养长大，今天我也要亲手接过你的性命。有了，我们趁田老贼上朝之际，想办法破了他的天罗阵。有办法吗？嗯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小二，哎，算账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一共是2两银子。哦，哎，拿去。谢谢，谢谢。对了，小二，西郊万生园离这儿多远？哦，不远，离这儿大概有5里路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好走。好走啊。二位客官慢走啊，谢谢。启禀公公，准备上朝。你能确定是那小子吗？向大人，错不了，就是他。西郊万生园，准备天罗阵和天罗网。
我们去找那个老贼算账。走走。哼，臭丫头，好一个调虎离山之计，你竟敢趁我上朝之时破我的天罗阵。哼，不错，天罗阵是完了，现在该轮到你这个老贼偿命了。你以为没有了天罗阵我就杀不了你们？
Thank you.